我去看的时候，他说还是三十几万而已，现在啊五十几万都抢不到。听说五字头啊？对，听说最近今年有个建案刚公开，是五字头，一天哇抢到封盘，建商一天就封盘，不是消费者买到手软哦，是建商卖到手软不敢卖。有一个案子哦，有一位非常年轻的上班族，一去哦，南港现在都是新的预售屋都是百万以上起跳，都一百多的，一去。二话不说，阿萨里就买了。他就问他说：“哇，这个少年，人家少年哈，怎么出手这么阔绰哈？”就问他说：“你是做什么工作？”通常那个 sales 都会问嘛，啊，代销小姐都会问。他说：“我在。”